好，来看一下这一题，还是一样什么东西？solo solo naka naka moya moya dang dang 是什么？还是副词，好不好？80题里面你自己去检查一下，有几题考副词。我说过副词很重要。句子整个句子看一下哦，你就知道这个句子哎有时代感，因为这是109年的导游题目了。台球 MRT 哇，现在工事中ですが、開通すると思いますよ。好，そろそろなかなかもやもやだんだん。来看一下这一题，应该算简单的。solo solo 就要，我们常常讲我要走啦，solo solo 行きましょう，差不多该走啦。再来，那卡那卡是什么？相当的哦，这算是一个程度副词，表示程度很高。摩呀摩呀，我说这个是比较难哦，是什么意思？模糊。模模糊糊，不清不楚，模呀模呀。好，第四个最简单，当当渐渐的。好了，没问题了，看一下答案。solo solo 开支思路嘛，应该不会是程度的相当开通，这开通指的就是通车哦，也不会模糊，也不会渐渐的。来看一下整个句子要注意哪些部分，一点点啦。台中 MRT は現在工事中ですが、そろそろ開通すると思いますよ。很简单，复习一下。と思います、と后面如果出现了言语行为工具手段的时候呢，都表示内容。那表示什么内容呢？思います是表示意见，所以放在一起，と思います构成一个表示意见的句型。我觉得，我想，我认为。台中 MRT は現在工事中ですが。台中 MRT 现在正在施工中啊，所以台中捷运目前正在施工中。我想差不多要通车了，solo solo 开支速度，思います哟。好，这题我们到这边。